为助力双十一电商黄金周运输，湖北首开高铁货运专列服务电商运输，从11月1日至12月28日，每天在汉口至北京西往返开行一对高铁货运专列。早上5点30分 ,DJ5918 次复兴号高铁动车组全列八节车厢共装运40吨电商快件产品从汉口火车站开出，以最高300公里的时速一站直达驶往北京，全程只需5小时10分钟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趟高铁货运专列从北京西站始发，10点20分抵达汉口火车站。今年双十一电商黄金周期间，武汉铁路部门加大高铁运力资源投放，日均运用134列高铁载客动车组列车运送电商快件，高铁极速达产品服务线路达到36条，覆盖全国21个城市，首次开行汉口至北京西高铁快运全列货物列车。从武汉发往北京的双十一电商快件运行时间只需5小时10分钟。自2016年以来，铁路部门已连续四年组织双十一电商黄金周运输。2020年铁路电商黄金周运输将持续至11月20日，运输期限从往年的10天延长为20天。我们在做好客运服务，让旅客出行快捷便利的同时，充分发挥高铁成网运行和安全快捷等优势，积极服务双十一电商购物节，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。目前，武汉铁路部门充分释放高铁货运潜能，主动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，对高铁极速达产品完成第34次扩网，开通运营线路达到36条，覆盖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沈阳、西安等21个大中城市，同时推出食品冷链冷鲜达及医药冷链定温达、定时达等新产品，满足特色生鲜农产品、医药试剂运输需要，不断助力当地经济发展。